林作今日下昼三点喺律师陪同下召开记者会，佢指自己9月19号离开警署，暂时冇被控告，亦获准保释，已聘请资深大律师，根据法律意见，将唔会喺案件调查期间就任何相关案情作任何回应。佢表示，自己位于中环嘅办公室已经喺日前终止咗租约，所有业务都已经终止。佢强调，知道好多人喺事件上十分苦恼，我一样。我甚至乎要面对更加多的苦恼，但是我想在这里跟大家说，我选择积极乐观地去面对，因为正如我偶像丘吉尔所说， I'm an optimist. It does not seem too much use being an 意思即是说，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，做其他似乎仲冇用。我希望大家都可以一样。佢指会尽力协助执法机构，希望事情尽快可以得到解决，将幕后主脑绳之于法。喺答问环节上，林作多次以案情为理由拒绝回答问题，只表示会配合警方嘅调查，又表示自己近日瞓得好好。有记者问到他在囚格的感受，他表示被拘留是思考人生的好时刻。他又指还押期间听到其他人分享监狱经历，比自己想象中有趣。在记者会尾声，女朋友玉美和林作一起面对镜头合照。有记者指玉美是最佳女朋友，林作即时回应，我表示同意。另外，同样涉嫌涉及事件的艺人庄思敏，昨日由马来西亚返港，随即到警察总部协助调查，直到凌晨3:40离开。他离开时向记者表示，今次是主动预约协助调查，飞机抵港之后就马上到警总，自己已经向警方交代了整件事，由于事件已经交律师处理，目前不方便透露更多。喂喂，睇完咪走住啊，记得 like 啦、subscribe 啦，同埋揿钟仔先，撑我哋撑真相啊嘛。